如果您打算买倍率鱼缸，并且喜欢自己搭配设备，那我建议看完这款再做决定。从设计到调整试用，再到小规模量产，用了半年时间。我觉得它有三点值得推荐。第一点是用途灵活，它的定位是专业海水缸，但是可以从淡水慢慢升级到海水，因为它的过滤花了些心思。首先是物理过滤，这里有一个分流板，可以打散水流，并且减少噪音。下面是尼龙膜袋，如果玩淡水，可以在里面塞上过滤棉。第二个仓用来放淡分，尺寸做了加大加宽处理。如果是养淡水鱼，这个仓可以用来放滤材。按照大部分鱼友的玩法，前期可以不要淡分，用这个缸来养淡水鱼或者海水鱼。后期如果想玩得更专业，它也有充足的空间去加装淡分。然后第三个仓是设备仓，可以放水泵、加热棒和杀菌灯，顶盖带有补水功能，养海水鱼非常有用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电线可以梳理得非常整齐。第二点是做工，黑胶配超白玻璃现在非常流行，请的师傅都有十年以上的粘缸经验，做工和细节大家可以放心。第三点就是大家关心的价格，目前刚面试，为了推广利润留得很薄，鱼友们可以对比一下同样品质的鱼缸。